大家好，我是玫瑰大师 Wancy。Hello， 大家好，我是钻石大师 Apple。哇 ，Wancy， 我今天很开心啊！我哋咧可以咧代表艾多美咧去分享我哋的产品喎、啊。系啦，非常之开心啦！你见到我哋而家前面咧就是艾多美的凝水幻彩安瓶套装啦。嗯，好開心啊！其實咧，期待已久啦，個個都想點樣換咗我哋嘅皮膚啦，又靚啦，又可以美白喎。係啦，所以咧，我哋都好急不及待咧，之前喺韓國啊訂過翻嚟咧，自己已經咧親身體驗咗咯喎。咁我見到 Apple 你咧個皮膚咧都好靚，係靚立立嘅。咁所以咧，今日都邀請埋 Apple 一齊咧分享一下呢個凝水幻彩嘅安瓶套裝。係啊，因為咧呢個套裝係令到我咧真係成個人咧年輕曬嘅。咁啊，我之前咧你認識我嘅時候咧，我呢度咧好深嘅色斑啦。嗯。因為過往做過一啲嘅療程啦，就令到我咧個身體咧呢啲係灰黑色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非常之期待嚟緊喺香港市場咧，喺3月份嘅時候就會正式上線噶咯喎。係啊，不如咧開嚟睇下咯，好唔好啊？咁我哋咧打開個安瓶之後咧，哇，裡面咧係好靚嘅，見唔見到啊？咁仲有一個，哇，七彩繽紛嘅，好靚喎呢個。係啦，其實咧佢整套咧係4支嘅安瓶啊。咁而4支嘅安瓶裏面咧，都會有唔同嘅功能嘅喎。咁所以咧，當佢設計嘅時候咧，就係將我哋嘅皮膚由底層至到表層咧，係逐步嘅細胞咧去位置，而去改善咧皮膚唔同嘅問題嘅喎。唔怪得知啦，不過好特別喎，佢有0、1、2、3嘅喎，分開4個 step 嘅，係咪啊？係啦，嗱，你見到咧，我手頭上咧呢一個嘅 catalog 啦，佢會有分開4支嘅組合嘅，咁佢分開0、1、2、3咧係有唔同嘅顏色嘅喎，你會見到咧打開盒之後咧，佢4支咧，佢而家係未有嗰個嘅高效精華喺度嘅，佢個結構係咁樣嘅。好，我攞出嚟睇下先。它原先咧就係咁樣一支白色嘅，嗯，而呢度咧佢有一個咧叫做啊基底嘅精華啦，同埋咧喺頂部咧會有一個咧高效嘅精華咧喺度，係分開嘅喎。所以唔怪得我呢支係白色啦，但我見到張相嘅零咧係藍色嘅喎。係啦，咁就係因為咧，佢係要將最有效嘅精華成分到你使用嘅時候咧，就直接將個按鈕咧撳落去，然後就將咧有效嘅成分咧就即時咧去融合咗喺個基底精華裏邊，咁就可以咧令到個精華成分更加有效同埋安全性咁樣去使用啦。嗯，咁究竟佢係點樣開？不如我示範一次咯。好啊。咁我哋呢度咧開係好簡單嘅啫，你見到咧呢度咧有啲邊邊嘅，咁我哋搣開佢。好容易就搣開咗啦。之後咧，有好多人咧唔小心咧就會擰咗個蓋咧就抌咗。嗯，其實咧呢度咧有好多嘅精華喺裡面嘅。我哋好簡單咧，嗱，我而家示範一次，撳落去，係啦，見唔見到啊？大力咁，係啦，要大力少少，因為咧佢有個安全性嘅，見唔見到啊？好靚喎！嗱，佢0號咧就係藍色嘅一個精華啦。咁佢藍色呢一個精華咧，佢係原來係有啲乜嘢嘅成分喺裏邊咧？佢就係有孔雀石嘅萃取液喺度。孔雀石咧，其實喺美容科嚟講咧，佢呢個寶石嘅精華咧，原來係可以做到極速鎖水噶。極速鎖水，哇！即係呢支係補水嘅，係啦，佢能夠可以咧將我哋嘅底層嘅一啲比較乾燥嘅細胞啦，基底裏邊一啲缺水嘅皮膚咧，就可以做到即時嘅補水嘅補充。嗯，我仲見到裡面有啲咧透明嘅粒粒嘅喎，係啦，同埋咧你會發現咧4支嘅精華裏邊咧，佢嗰個基底啊，就係用一個植物嘅脂質膠囊咧，將一啲有效嘅成分、植物萃取嘅成分鎖住，然後咧就去製造佢依一個基底嘅精華嘅。咁所以頭先 Apple 咧，你咧撳呢一個按鈕嘅時候咧，佢上邊呢一個藍色嘅精華，即係孔雀石嘅精華啦，就即時咧去融合咗喺呢一個基底精華裏邊。咁所以咧，呢個蓋打開咗之後咧，就可以換咗個盒嗰度上邊呢度咧，你會見到有一啲咧滴管喺度嘅，係啦，係個玻璃管，佢會有一個紙咧去即係保護住啦。咁你一定要記得要打開咗佢，係啦。跟住咧，我哋放落去，嘣一下，跟住滴落塊面度，
就搽勻落，喂，試一滴落隻手。係啦，其實佢全面咧搽咧都會係非常之吸收噶，因為咧佢你會摸到咧佢有一啲咧微粒子喺裏邊嘅。係啊，一粒粒嘅喎。咁佢好快咧就會溶喺我哋個皮膚嘅表層啦，就經我哋嘅表層咧再直接滲透落去我哋皮膚嗰個基底組織。其實成個皮膚咧，我哋嗰個嘅處理改善咧係由底至面咧。去成組去改善的、哦、所以它由零開始的意思就是由我們最基本的皮膚需要去做第一步了，是不是？因為要位置了你底層的個皮膚細胞要有補水先、嗯、因為如果你那個基底細胞比較飢餓的時候，它那個細胞比較衰退，就如果你假設再在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再去用一些比較高即係營養嘅成分嘅時候咧，佢、嗯、就唔能夠容易去輸送嗰個營養啦。咁、嗯、所以喺第一階段咧，就會建議咧喺第一個禮拜、第一個星期就會使用呢一個咧，叫做啊、第一支零號啦。零號，係啦，就可以做到一個咧極速鎖水嘅一個功效嘅。係用一個星期嘅，咁啊分早晚去用啦。咁我通常我點用咧？我就會。喺一泵呢邊，一泵呢邊，同埋一泵喺個額頭嗰度。全面搽咁就，跟住全面就搽勻佢咯。最好搽埋頸，係、嗯、啦，因為咧我哋整體嘅皮膚咧都係連埋頸部咧一齊搽咧，咁、嗯、就可以能夠更加改善我哋皮膚個膚質啦。而且咧，當你用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佢好快吸收嘅。係啊，吸曬啦，已經好潤啦，好水潤個感覺啊，第一支已經。所以佢都可以咧 keep 住嗰個時間咧，都可以 keep 得更加持久啦。係、嗯、啦，咁所以咧，當位置好你底層皮膚裏邊嘅細胞補水足夠嘅話咧，然後再喺第二個星期、第三個星期同埋第四個星期咧，去做一啲集中嘅護理咧，就會更加有效嘅。是啦，嗱，咁我哋而家又睇下咯喎。呢個係一號，一號咧，佢嗰個係乜嘢嚟嘅咧？你見到我而家手上 catalog 呢一度黃色嘅，點解？黃色嘅，係啦，然嗱，你會睇到咧，佢呢個黃色咧就係維他命 C 嘅一個有效成分嚟嘅、哦，而且佢係有咧12種嘅維生素複合物喺裏邊嘅喎。佢似一個高效亮白，做一個底層色斑啊、黑色素啊，做一個亮白嘅。功效是非常之顯著的，我最需要的東西就是我怎樣去將我的底層的斑去走呢，我用了這個之後很明顯的斑就已經是淡化了，是還有沒有之前那麼深灰色了，嗯，還有斑色素呢其實在開我們的皮膚裡面那個的結構去看啦、嗯、其實都是在基底層那裡開始形成的黑色素，是啦、哦、所以有時候我們照鏡的時候看到我們的可見層即是表層的皮膚啦，但是呢當我們要處理斑色素問題的時候呢，原來發現有很多色素呢都是在皮膚的底層裡面的、嗯、所以有時照鏡的時間呢可能你會見到若隱若現有一些色素在這裡沉澱了，所以一定要是很靠一些高效的成分呢滲透下去你皮膚的底層裡面，去專門針對你的底層的黑色素細胞，即好像我這些這樣，因為我由底層走出來的色斑呢原來用這個的效果是更佳的，是的，因為說到艾多美的護膚品都是非常非常好啦，亦都係優質嘅一個嘅廠咧去研發出嚟嘅。佢裏面咧係、有 brightening coat 喺度嘅，即係話一個咧光亮嘅一個嘅即係密碼啦，係、啦，就可以咧令到你底層嗰個皮膚嘅黑色素咧係可以做到淡化啦，亦都可以抑制黑色素新增嘅形成啦咁樣嘅。但係咧，因為維他命 C 啦，係啦，或者咧係對於針對黑色素嘅問題啦，呢、一個一號咧，我哋會建議喺晚上嘅時候使用嘅。是啦，因為咧，佢會好容易吸到啲紫外光，而令到反而令啲黑色素會走咗出嚟嘅，所以我哋專注咧就係用夜晚效果係更佳嘅。係啦，如果所以咧嗱，你當我哋又開嚟睇下啦，好啊。同樣一樣啦，佢都係咧將佢個基底同埋個集中精華咧係分開嘅。咁點解呢，就係、因為高濃度嘅精華咧，佢個穩定性咧，哇！啲粉一路跌落去。佢個穩定性咧唔係太強㗎、所以咧一定係要喺即時咧去將嗰個嘅精華咧融合咗喺個基底水嗰度。咁我就要搖佢㗎啦。係啦，隔一陣，隔兩個鐘頭。係啦，這個、呢一個就係、要兩個鐘頭，等佢溶解咗先，然後咧就再將呢一個嘅滴管咧換落去。
咁就可以全面用噶啦，一粒粒嘅，系啦。咁佢要兩個鐘頭之後咧，佢就會融化曬落去嗰個精華嗰度，就會令到佢咧個效果就會走咗出嚟噶啦。係啦，因為佢亦係一個高濃度嘅維他命 C 啦。咁當使用嘅時候咧，你會覺得佢個質地咧係油嘅呢一個，係呢個偏油油嘅。係啦，因為佢係要透過呢一個嘅媒介啦，佢先至可以令到嗰個維生素 C 咧係可以滲透到落皮膚嘅底層咯。哦，係啦。咁至於咧，我哋個整個組合咧係點樣嘅次序去使用嘅話咧，咁我哋都會一陣間咧會同大家講講逐步逐步教你哋點做。嗱，這個、呢個咧而家都見到好靚啦，好靚啦，開始咧都融咗喺嗰個基底裏邊個精華裏邊，咁啊等兩小時咧就可以使用噶啦。但最好咧就係喺一個星期裏面就是用曬一支，係啦。如果唔係咧，佢就會很容易氧化嘅，因為佢係需要保持住咧嗰個精華係嗰個新鮮度、所以佢會建議咧所有使用者咧係一星期使用一支嘅。所以呢個就是第二個星期用的，係啦，第二個星期去使用，就淨係晚間嘅時候去使用啦，係啦，咁都會建議啦。如果假設係要針對皮膚嘅色素嘅話咧，日間嘅時候最好都要有足夠嘅防曬準備啦，要做足防曬先至可以用啊。係啦，咁啊用做完之後咧，其實好靚啊！你喺第二個禮拜咧已經見到咧整體個膚色係啦，就已經係好光亮嘅。如果有些人可能沒有斑的話，當你使用的時候，你會發現整組的 skin tone 都會是亮白了的，是很明顯的。是的，即我發現我用完之後，其實我之前偏黃的皮膚，我用完之後有一個底層是白的，是的，很明顯地就立刻白了，很開心的，所以用這個。是的，所以它的設計是非常之好，原來它就是將有效的成分將它包圍了在個果粒裡面，所以剛才當你按下去的時候，你就會看到黃色一粒粒這樣。是的，很開心，嘖嘖嘖嘖，是的，它走出來原來就是將最有效的成分包裹了在那個粒子裡面，然後呢它就會溶解了在這個基底那裡，兩小時之後就可以呢開嚟用，開嚟用啊，係啦，咁佢就直接可以滲透落皮膚底層咯。當佢用曬之後咧，就會好黃色，好似我哋呢一支咁樣嘅。係啦，OK， 係啦，咁我哋咧而家見到咧一個整合嘅套裝啦，其實佢唔係單單咧去針對一個問題噶嘛，係咪？當你喺第一個星期位置咗個水分，然後喺第二個星期針對完色素之後咧，第三個星期咧你就會見到呢一個二號嘅。二號呢一個係乜嘢嚟嘅咧？好似有啲黃金喺裏面喎。係啦，佢就係叫做24K 金嘅黃金駐顏啊。哦。同埋咧，佢裏邊咧係有乜嘢嘅成分喺裏邊咧？佢係非常之正，佢有八種肽嘅成分喺裏邊。肽咧係膠原蛋白細分子，係啦，咁所以咧佢能夠可以做到咧底層嘅一啲嘅皮膚裏面的一啲嘅鬆弛嘅問題啦，係啦，或者咧係做一啲幼紋嘅問題啦，咁樣嘅，好啱啊，係啦，而且佢亦都咧係有白藜蘆醇嘅成分喺裏邊嘅喎，咁白藜蘆醇可以幫我哋改善到啲皮膚嘅乜嘢？白藜蘆醇咧，其實佢係令到我哋嘅皮膚咧更加有活力啦，同埋更加有彈性啦。哦，係幫助我哋嘅彈性嘅。係啦，嗱，講緊咧依一個咧係做 lifting 嘅。是做提升收緊抗衰老，所以咧，當皮膚去我哋有分開不同的層噶嘛，係咪有真皮層、基底層同埋表皮層？當膠原蛋白流失的時候，個彈力纖維鬆脱啦，自然咧喺我哋個皮膚裏邊會見到一啲嘅鬆弛嘅問題，同埋有幼紋嘅產生啦，係啦，咁有好多朋友都會遇到呢個情況啦。係啦，咁當去到第三個星期嘅時候咧，就正正就係針對呢一個問題啦，就係針對咧我哋底層嘅一啲嘅彈力纖維，令到佢更加鞏固啦，同埋個蘋果肌都會高咗。係啦，佢能夠可以滲透到落皮膚嘅底層裏邊，所以能夠可以做到收緊提升嘅功效。所以你會發現咧，當你搽嘅時候咧，就會感覺到好 lifting 嘅。係啊，緊緻啲嘅呢個搽上去嘅感覺已經。同埋24K金咧，佢都係可以做到呢一個咧抗衰老嘅功效啦。見唔見到封咗個精華落去啦？我已經係啦。嗱，咁然後就搖勻佢啦，係啦。
搖勻咗佢之後咧 ，mix 咗喺佢個基底裏邊咧，咁就已經係可以即刻嚟使用噶啦，係啦。咁佢裏邊咧其實係仲有呢個水解嘅乳腺豆蛋白肽啦。mix 咗就係咁。係啦，水解嘅乳腺豆蛋白肽。係。係啦，咁佢係可以咧能夠。比起一般的胎分子呢更加快速可以滲透到落去皮膚的底層裡面的。因為個科技令到它更細。是啦，而令到我們吸收。一般膠原蛋白胎呢那個分子是較大的。是啦。而且呢它本身呢當我哋搽到上落去我哋嘅皮膚嗰個表皮層嘅時候呢係唔容易滲透嘅，講緊一般嘅蛋白分子。係啦，而講緊呢一個咧，就係佢複合咗啦，而且佢嗰分子係非常之幼細，所以當我哋搽到上我哋嘅皮膚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佢係好快可以吸收到落皮膚嘅底層。係啦，咁啊，呢一個咧，亦都係非常之珍貴嘅美容嘅成分啦。係，因為金箔咧都好多時擺喺美容嗰方面嘅喎。係啦，而且佢亦都可以配合咧導入而使用嘅。係啊。係啦。咁啊，講緊呢一個咧，用嘅時候咧，你嗰個感覺係點樣呢？你係會覺得個表層咧有一種嘅提升啦，係啦，同埋咧佢嗰個張力咧係比較黏少少嘅，呢個黏啲嘅，係啦，係。當嗰個黏狀咧去保護到你個表層皮膚嘅時候咧，咁就更加唔會咁容易咧走出嗰啲嘅幼紋啊咁樣嘅產生嘅。嗯，但我發現我用完之後咧。我呢度啲笑紋冇咗，係啊，我都覺得你個皮膚係即係改善咗好多啦。佢係可以做到咧皮膚嗰個彈性啊，令到個彈性纖維更加鞏固啊。咁所以咧，啲人成日話 Q 彈 Q 彈咧，就係咁解啦。我而家有啦，係啦，非常之好啊！呢一個喺第三個星期嘅時候咧，就可以去使用啦。嗯，咁我早晚都可以用嘅呢個早晚都可以，係啦。咁啊，介紹埋呢個三號啊。嗯，然後咧，去到最後一個星期，第四個星期就會使用呢一個三號。嗱，三號咧，佢個名咧叫做奇蹟換靈啊。哇！嗯，咁佢名都好勁咯。係啦，咁佢其實係乜嘢嚟嘅咧？佢係一個乳酸胺嘅一個成分喺裏面啦。佢原來係可以能夠做到咧抗氧化啦，同埋做到一個修護嘅作用噶。喺你咧最初頭嗰三個星期咧，當你做靚咗個基底嘅時候，而去到最後一個星期，佢就係令到你個皮膚嗰個細胞嘅屏障更加鞏固嗯、所以咧就可以更加 protect 到你的皮膚咧，免受外界的一啲嘅侵襲。咁所以佢可以能夠做翻嗰個彈性啦、鞏固啦、抗氧化的功效咧，係非常之有效的呢一、這個。同埋呢個咧，我記得佢有一個成分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好似鎖水收埋啲水喺裡面咁樣嘅喎。而且咧，佢係有咧六種肽嘅成分喺裡面嘅，咁同樣一樣啦，都係可以咧極速可以滲透到落去我哋嘅皮膚嗰個底層裡面，做翻一個保護啦。咁所以咧，成組由基底至到個表皮層咧，整合性咁樣咧，係由內至外咁樣咧去做靚咗你個皮膚，好似一個療程咁樣啊！係好犀利嘅呢個療程，一個月之後咧，已經覺得自己咧係年輕咗好多好多。係啦，不如開埋呢支睇啦。好啊，因為咧我最中意嘅顏色，因為係粉紫色。嗯，好啦，咁啊開埋都係咁樣啦，搣開咗，跟住我哋就崩佢落去啦。要俾少少力嘅，係啦，咁啊好靚嘅呢一個，個色已經落咗去啦。之後咧，我就做一個咩咧，搖勻佢。好好嘅就係艾多美嘅產品咧，當佢係用天然嘅植物嚟去萃取嘅，而且咧佢亦都係有一個好好嘅技術咧，就係一個叫做酵母發酵嘅技術啦。咁係將咧一啲天然嘅植物咧，係能夠可以。融合到在個產品裏面、令到我們的皮膚更加容易吸收和平衡我們的水油、是啊、是所以呢用了四支之後呢我就等於好像在外面做了一些叫做拉提啦的針的效果都未有那麼快、其實呢如果說整體性的一個的改善呢、是由補水呢最重要啦由補水開始做起啦、然後改善色素問題啦再改善一個紋理上的問題啦，提升收緊啦，然後咧亦都係做翻一個咧保護屏障嘅一個嘅時間啦，咁就係令到你整體成個皮膚由內至外咧，已經係可以能夠做到整體性嘅改善啊！
好咁即係由零至到三就係將我哋嘅皮膚由底層開始去保濕啦，幫我哋去咗我哋嘅色斑啦，跟住再加上咧幫我哋去拉提啦，仲有一樣嘢就係幫我哋好似個寶箱咁將啲水鎖曬喺我哋嘅皮膚嗰度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會建議咧所有嘅朋友去使用嘅時間啦，如果你想做得個效果更加好咧，係應該要點樣呢？我哋係要跟翻我哋嘅皮膚整體嘅新陳代謝。是如果我們的皮膚其實講緊由底層一路褪到上表皮層的時候是需要時間的，是啊，要最少要四個月，三至四個月的時間啦，係啦，就好似我哋生指甲咁樣啦，一路褪上嚟噶嘛。所以咧，如果我哋個底層皮膚做靚咗嘅時候，經過新陳代謝，由你底層一路褪到上表皮層嘅時候，你整組嘅皮膚咧就會係好靚噶啦。咁所以咧喺嗰個配搭嚟講咧，我哋會建議有啲人咧就係會以四個月為之一個療程咁樣去使用嘅。係，我而家都用四個月嘅療程嘅，而家咧我用咗兩個月。咁我已經好明顯地咧，就幫我改咗好多我嘅肌膚嘅問題啦，我嘅紋啦，我嘅斑啦，甚至乎我個蘋果肌咧都高咗。所以我哋唔係淨係單單使用換彩安瓶套裝，我哋可以咧再配合埋艾多美其他嘅護膚品，例如我哋前面呢一套凝水換膚六部曲。哇！用六部曲咧，佢咧就會跟住個 step 咧，再加埋呢個換彩嘅安瓶套裝咧，用嗰個效果非常好嘅。咁我哋點樣用呢？首先咧就係我哋要卸妝啦，卸妝完就用我哋嘅洗面，洗完之後咧，我哋就會用呢一個六部曲裡面嘅化妝水。咁佢化妝水有啲乜嘢效果呢？佢就會喚醒我哋嘅肌膚，話俾我哋聽，喂，我哋要吸收營養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會搽呢一個。呢個係六部曲裡面嘅安瓶，咁呢個安瓶咧就係幫助我哋嘅皮膚咧打入我哋嘅一啲嘅營養啦，去令到我哋嘅肌膚幫助去吸收啦。之後用完呢一個咧，我哋就開始用呢個換彩安瓶啦。咁我哋用嘅時候咧一樣啦，搽面啊，搽頸，用完曬，當佢吸收好之後咧，我哋就再加六部曲呢一個。這個就是六部曲裡面的精華，這個精華有什麼好處呢？原來它是有收緊和去幼紋的效果的。之後呢，我們就再搽這個 lotion， 這個 lotion 呢就可以幫助我們的平衡我們的水油的。之後呢就用我們六部曲裡面的眼霜，眼霜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幫我們淡化我們的眼紋和我們的黑眼圈。之後咧，這個步驟是非常之重要的。咁呢個就係我哋六寶曲裡面的營養霜，營養霜可以有助幫助我哋咧，成晚去吸收我哋用咗嘅護膚品嘅喎。咁最後咧，提一提大家，喺記得喺呢個安瓶之後咧，就用我哋呢一個換彩安瓶套裝，就令到我哋咧深層去幫我哋咧去吸收我哋嘅肌膚。係啦，能夠做到集中護理的一個效果啦，咁啊非常之好啊，因為咧所有嘅朋友啊，而家都可以咧安坐家中咧整全性咁樣去使用艾多美嘅產品咧，就達至我哋嘅皮膚改善更加大啦。哇！最開心咧就係換彩安瓶套裝喺香港市場三月份就正式上市啦。哇！真係一個好好消息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嘅產品分享就係到此為止啦，期待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